20号，于正在微博发文写道：“第一次围读剧本，全员出席，并配上现场的图片。照片中，在场的人员都认真地低头研读剧本，热心的网友们也发现了镜头旁边徐凯低头浅笑看剧本的样子，也是十分帅气呢。”此前，于正就发博称：“以后但凡参加我的电视剧拍摄的主要演员，必须无条件参加剧本围读。假如没有时间或诸多借口，可以拒绝出演。在娱乐圈寒冬的今天，还不尊重表演，尊重你们的饭碗，那么你们就直接等着被淘汰吧。”于正老师也是十分严格呢，演员们也按时出席，可见表演精神还是第一呢。芒果乐新闻，期待新剧的开播哟，拜拜。